今天辽宁男篮正式官方宣布，前八一男篮队员富豪正式加盟辽宁男篮，新赛季将会身披一号球衣，27号将会随队参加 CBA 的第三阶段比赛。富豪自八一男篮解散之后，一直和家乡队伍辽宁队保持联系，后续跟随辽宁预备队一起训练，居住在辽宁青年队宿舍，在取得 CBA 官方认定的自由球员身份后，迅速和辽宁队敲定了合作协议，最终以3年5个月的签约年限加盟。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能代表自己家乡球队站在赛场上效力，加盟辽宁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。仅从数据角度来看，富豪对于辽宁来说堪称是一大强援。上赛季他为八一出战，场均轰下19分9.5篮板，连续入选 CBA 全明星。富豪出生于1997年，目前不满24周岁，是国内内线球员的佼佼者，具有一定潜力，将和张镇麟、吴昌泽搭档一起成为辽宁男篮的主力。富豪这几年在八一队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啊，而且到队前几天的训练，在没有对抗当中啊，确实比较积极，训练也比较投入，也是非常想证明自己，这也是他也算回家了啊，所以对于这个团体来讲，大家也非常接纳他啊，他也很想融入，但是现在很不幸就是受到伤病的这种困扰，可能会影响下一段前半部分的比赛。所以他也在积极恢复当中，至于他到底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，能给球队带来多大帮助，还得看融合程度和他自己的努力程度吧。本赛季打完前两个阶段，辽宁男篮一度长时间占据联赛第一的位置，目前落后于广东位列第二。确定了富豪加盟之后，杨明还需等待外援福格的加入，辽宁男篮有望连续第二年打进总决赛，再一次挑战广东，去追逐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军奖杯。自己就是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按照教练员的要求，只要教练给机会，自己就上场，像以前那样每场球一样去全力去拼，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。感谢4300万辽宁人民对我的支持，自己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回报你们，也谢谢大家。富豪的加盟无疑是辽宁男篮历史上最强的国内球员的引援，如果富豪可以很好的融入这个团队，那第二座总冠军的奖杯我们似乎可以有所期待了哈。继续努力吧小伙子们。